各位新浪乐居的广大网友，大家好！本期乐居零距离，我们走进了位于高新区科技城的水秀坊项目。你好，首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项目的整体情况呢？像我们这边水秀坊的话，它是属于一个新区科技城板块嘛，然后它是位于龙山路科，就是科研路，是太湖大道的延伸段北面。然后项目整体的话，占地12万方，总建13万方，容积率是1.0。绿化率的话也是高达42.6%，然后它是整个分两期开发嘛，总共规划户数是980户，分二期开发。然后它是分南北组团，南面的组团是以低层的联排为主，北面是以小高层和高层为主。然后现在一期的话已经全部售罄，开盘的话是五月初的话就是二期别墅。五月初的话，二期别墅将会开盘。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二期别墅的一些户型面积情况？它是联排双拼，以280和330平方米为主，对，跟一期大体上是相同的。然后像建筑材料方面，就是有些改进，庭院也会加大一点。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整个项目的一些特色呢？就是不同于其他楼盘。像我们小区的话，它是以现代元素为建筑风格嘛，然后是像这种白墙黑瓦，就是充分体现了一些江南水乡的风格。像景观方面的话，它是有1000米的一个景观水系，这也是比较有特色的。它是运用后面许光映荷的一个活水设计。像小区绿化的话，它绿地啊，那种花园、那种花式景亭啊、小桥石的那种，都比较就是偏中式一点的那种。那就是马上的话，又有一个新的房交会将要，你们是不是也会参加这次房交会？新的话就是会参展的，都放在一起。那现场会不会推出一些，比如说优惠啊什么的呢？现场的话，因为具体的开盘时间的话还没定，有可能的话不会有一些那种优惠活动。